北京时间9月29日19点30分，中超第18轮补赛，许东首开纪录男救主，和瑟比坎特助攻戴帽，奥斯卡二球一助攻，奥乌苏梅开二度，最终沧州雄狮4-1逆转武汉长江，拿下了这一场关键的保级六分大战。尽管上一轮4-3绝杀领头羊武汉三镇，但沧州雄狮在本轮前仍然排在中超倒数第四的位置，而武汉长江则是排名倒数第五，双方相差二分。原本许东首开纪录的进球一度让李金羽执教的武汉长江看到全取三分的希望，很可惜沧州雄狮的锋线三巨头太强了，武汉长江的方向瞬间被打崩，一场1-4落败，让武汉长江延续四连败，最近六轮比赛输掉了五场，只拿到了可怜的一分。而沧州雄狮凭借着他们锋线三巨头的集体爆发，最近两轮狂抢六分，已经反超武汉长江一分，上升至中超倒数第五，跟降级区的广州队拉开七分的差距。最近二场比赛，和瑟比坎特、奥斯卡和奥乌苏包办了全队的全部8粒进球，其中和瑟比坎特最疯狂，上一场刚完成大四喜，本轮又上演助攻帽子戏法，二场贡献4球3助攻，而奥斯卡贡献了2球2助攻，奥乌苏也有2球1助攻进账。进球回顾，第四分钟许东铁树开花，远射攻破沧州雄狮的大门，武汉长江取得1-0领先。第18分钟和瑟比坎特起球传中，奥斯卡头球后蹭，奥乌苏胸部停球后小角度抽射远角破门，沧州雄狮扳平1-1。第40分钟奥斯卡跟和瑟比坎特撞墙配合，最后由奥斯卡小角度爆射破门，沧州雄狮反超比分2-1。第44分钟和瑟比坎特送出直传球，奥乌苏带球突入禁区左侧低射破门，沧州雄狮半场领先3-1。第78分钟和瑟比坎特摆脱防守球员突入禁区后，无私横传助攻奥斯卡完成梅开二度，武汉长江把比分锁定为4-1。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